TWICE 成员 MOMO 登上 L Official 新加坡三月刊的封面。L Official 是法国高端顶尖的时尚杂志，也是法国乃至全世界最早的时尚杂志之一。它于1921年在法国诞生，中文名一般译作巴黎时装公报或巴黎时尚潮。3月6日 TWICE 抵达美国肯尼迪国际机场，去做什么目前小编也不知道。TWICE 新专辑 Ready to Be 主打歌 Set Me Free 预告片将于3月8日发行，